大家好，又是我马阿星。在上上一集，我们知道穷光呢是因为买了房子后，最终跟爱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有了房子才会有幸福美满的日子，你知道的，有些故事总是要留点悬念才有的看得下去嘛。哈哈，看着反应不错，穷光男决定跟白富美上司提议再推出新双层排屋来解决如今的短缺，好让民众朋友都可以买到好的房源。偏偏世上总有几个不嫌世道的人，把政治经济搞得乌烟瘴气的大魔王，势必让广大的打工族心力交瘁，无法负担不当往上爬的房价呀。看着被大魔王不断蹂躏的社会，还有不断升高的房产价格，我马阿星连人带车把穷光男从办公室带到 Meridin East， 然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秘密武器 The Orchid 双层排屋计划推荐给穷光男，甚至还会在 Meridin East 来个大大大大的推荐礼，很重要的，所以要讲三次。而且房子全面延伸的超实用格局，让房子变得宽敞，当中还包括四房三浴室、干湿厨房等等，附近还设有百货商场哦。啊！你问到底要多少钱？这传单上面有写啊，才马币400多间，超级划算的双层排屋啊！势必让有家庭的你，想要有家庭的你，还是单身的你，都想要来一栋 The OK 双层排屋。还有，记得赶快到Meridin East销售厅向穷光男了解早鸟优惠哦，呵呵。